我是米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期待已久，而且筹备了将近一年多的大企划，这是我跟 Airspace 泳衣出联名啦。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一件，就是拥有他们 Airspace 的专利美胸神器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出了三个漂亮浪漫的颜色。整件比基尼呢，看似是基本款，但其实又充满了各种细节。例如，它的布料是用这种有些微泡泡的感觉，去带出一个辣妹中又有点甜美可爱的氛围。以及刚刚提到的专利美胸，你看，让我们穿起来胸型超级饱满，超级漂亮，自己看的都有点害羞了。还有双绑带，当让你绑起来更稳定，然后这边呢也看起来很不一样，很可爱。带大家去看看我们今天住的房间，欢迎光临。最棒的还在后面， Are you ready？超级大的 bathtub。And the best part is...除了三个颜色的双绑带比基尼之外，这次还出了单肩撞色连身泳衣。我很喜欢它侧腰镂空的设计，可以展现腰间线条。这款蓝白撞色是特殊星空布料，带有闪闪发光的低调奢华感，当然还有气质满分的橘色款，不论小麦或是白皙的肌肤都非常适合。是充满细节的镂空排扣开叉针织长洋装，优雅中又透出隐隐约约的性感，有深蓝和卡其两个颜色。在讨论设计的过程中，连布的织纹可都是千挑万选选出来的。还有辣妹必备镂空显瘦绑带设计的针织短洋装，全身都配齐了，当然不会少了鞋款。厚度 8mm 的高密度记忆海绵，厚底但不厚重，穿起来美丽又舒适。